东西都送到了。喂，你在干嘛？谁让你进来的啊？段宇桥在干什么？请你出去。我大老远跑到这，你就要把我赶走，太不够意思了。陈伟，东西该搬了，自己看着办。是。段宇桥，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待会儿会给你一个崭新的格斗馆。你把话讲清楚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？ 姐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世界上面，那个是格斗天王，我姐姐很讨厌他。 余香小姐，好了。我说过，我会给你一个崭新的格斗馆，你满意吗？要经营好格斗馆，就要有人气，要有人气，就要有好的设备，要不然怎么经营呢？你很瞎哎。 谢谢。你有病啊！相思病算不算？段宇桥，你给我搬走！我这里是格斗馆，不是健身区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。陈伟，你可以回去。是。你去叫他们回来。 好像不怎么听你的话，黑夜的转弯是白天，愤怒的转弯是快乐。有时候，只要让心情转个弯就好了。我现在只想让我的拳头转弯。姐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老板娘。 酷，过你个头啦！你现在脸发红，心跳快，其实你很高兴我来帮忙，对不对？才怪！告诉你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忙，有些事你们姓段的，所以你不要再来烦我了。可是我很喜欢这个场地。 而且 TFKC 挑战赛马上就要开打了，我打算把这里包住下来。一个月8万够不够？不够我可以再加。8万块，酷。那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用吗？当然。真的好，我们一直想念那个翘屁股的那个。我们是格斗学院，不是健身房。可是8万块，你管它是格斗学院还是健身房？哎，你真的，姐。 8万块，我可以买很多新衣服哎。8万块，好像真的还蛮好用的哦。这是我给你的专辑，以后我随时想练习就 call 你，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到。你把我当什么？我还要在这里 stand by 啊？ 还有谁又答应你把这里包租给你了？还有这是什么啊？你拿手机给我干嘛啊？电话在响啊！是我的啦。
叫葵，知道我是谁吧？你是 Firebird。记性不错嘛，那你应该也记得收了我的钱咯。我马上还给你嘛。英奇哥呢？英奇哥，我要跟他讲话。你的英奇哥现在很忙啊，他没空。Firebird， 你有种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，我们大家！放我下来！Firebird，英奇哥，有种放我下来！你们在干嘛？英奇哥，你们不要打他了！英奇哥，你们不要打他了！英奇哥，有种放我！那你看我老板的意思。你老板，你老板要我怎么做，我都答应他，我都答应他嘛。我老板说，你的英奇哥能不能少受一点罪，就看你什么时候赶到了。好，我到，我马上就到。我知道那里。我知道了。好。尤里，你赶快救救一起哥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赶快去救一起哥！你们还在这干嘛？走啊！在打？怎么不打了？我问一起就是那里打，再多送你几下。我们这笔账就这样算了，大不了我再陪你多打几场拳赛嘛。走。大少爷，那个女孩子马上就要到了。女孩？什么女孩啊？哎，你给我讲清楚，什么女孩？你不要走啊！放开我了！什么女孩啊？把话讲清楚啊！白本，把我车开出去等我。什么女孩子啊？那她呢？白本回来，把话讲清楚。白本，好好玩吧。真的，你们想干嘛？放我下来！小流氓，我叫魏英奇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辣椒。我叫小辣椒，我叫叶耀明。帅气。